现在所在的海拔呢是3400米，我的身后就是非常壮丽的玉龙雪山啦。这个真的绝对是一把伞，有我的三个脸大，有没有？我想保护生物多样性，保护丰富自然的细节之美。那我会继续回去好好学习，然后下一次再带你们来看更多的高山植物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